嗨嗨，米娜桑，こんにちは，我是卡欧德。好啦，那好啦，我是卡约，然后欢迎收看这一次的《星界神话》。好啦，没有，因为其实刚刚用日文开头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卡约有看到就是在日本也有《星界神话》了，然后想说就是稍微玩一下这样子。在日本那边的话，《星界神话》是他们一样是用汉字写，那叫做《谁开心哇》。那嘿。星界的念法就跟世界的日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念的时候有点感觉变成世界神话的感觉。对，那好啦，那总之就是今天嘿又来玩星界神话了。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啊，没看到，好，现在看到了，我这一只已经61等了，然后目前在练捕尸的部分已经47等了哦。对，那爽啊。好了，那总之我们就先进游戏里面去吧。那，稍微讲一下，这阵子看下来的哈，就是首先开放上限65，70级，对，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对，韩国跟日本都有《星界神话》了。那日本还蛮多人在实况这款游，有在实况这款游戏，对，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好像人气还不错那样子。比起就也可能是游戏刚开，然后跟台湾的状况一样啦。那往后会怎么样？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啦。对，好了，那我们进来了，尼亚草原 ，OK， 依然是在我们的尼亚草原哦。那为什么哦？为什么会有两个？是啊，我们上次是在解这个心灵任务吗？这个心灵任务，上次就有讲过，是可以拿到心灵的书的嘛，对不对？那总之就是嘿。可能我们上次在解吧，对。那这是我登入第五天了，有五天吗？这个是一只账号只能领一次吗？为什么我印象中好像那里怪怪的？然后我的背包目前只有30个而已，对。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知道。然后 OK， 刚进来还有点累格，我们等他一下哦。对，然后他现在就是那个有，就是有出这个63等副本众星要塞，以及68等地狱众星要塞。对，他这个是在先，这个是63等的，那还有一个68等的地狱哦。对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背包包 ，OK， 剑刃角星啊，怜悯。然后这个是战斗角星爆眼 ，OK， 我们应该可以开了。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每日登录会拿到这些东西了。那这是第一天的，一直到第七天的，对。然后这个叫做星界点数征服仪，星界点数是用来在这个上面这边，像这个可以越换东西有没有？要50点，对，那我们只有6点，所以没办法换。勇气之力哦，它是18等的装备，是属于稀有。对，那它还会有史诗跟神话等级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史诗。神话的话就是所大家口中的金武的样子，然后史诗是举武的样子。对，那它可以会越换各式各样的东西啦，对，都有。然后这个是经验提升祝福，就是嘿。很像那个一般的那个什么东西来着，对对对，那尽量会建议使用蓝色这个。对，那我们现在练法师的话怎么都剑刃了，算了，不管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是命运角星幻盾，幻盾是用来加血量的，对。 OK， 这里还有一个草原。然后这个星石经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下面哦，600对不对？我再点一下，它变650了。对，那它这个就是最主要是用来增加这个的。那它这个点数能干嘛呢？星石淬炼这里会有一个装备，这个不要理它。OK， 它这边会有一个淬炼哦，它上面会有这个能力有没有？它会增加。那如果我们单次淬炼的话，你看变91了，加91的血量这样子。总之就是大概像这样子哦，
上有位装备星矢的位置，然后这个草原 OK， 那这样就 OK 了。哎，怎么还有啊？绿色哦，那我们就随便加一下吧，加减用一下。对，那还有这个天赋的部分，天赋有四点可以点。那上次说了要选元素嘛，那总之这个 OK， 好，那我们先去完成这个小丽塔的任务吧。是人在哪里啊？哎，有人在上面哦。啊，有花虫要装上去了啊！为什么你要这么刚好出来帮我叫一声呢？上次我们是到那边去看的嘛，对不对？啊，对了，我哎，这里有一只，这里有精英怪。哦，上次我好像打过这只精英怪的样子哦。哎，对，这个爆眼是从他身上取得的。那我们就不要理他了，我们就赶快赶我们的路吧。好远哦。那哎呦，他现在是给我跳针吗？好了，那上一次哎，不是吧？刚刚讲到是我希望日语的部分，日本的那边的日语包可以就是套用过来这里，还蛮希望的啦。至于为什么的话，是因为台服这边只有中文有完整的念完句子，就是，他的故事里面会完整的念他的句子，可是日文的话就没有，只有简单几句而已。我是希望他可以就是，换过来这样子啦。哇，这么快是喵喵冒险团的新团员，很厉害嘛，哼。哎，有动画。哎，好可爱哦！哎，太可爱了吧！现在是怎样？你看他，像他刚刚卡哇伊就没有讲了。你看他连小丽塔都没有讲这样子。好恶心哦！然后他人名都没有在念的。太可爱了吧！这只是怎样小蜜蜂？所以我们还要看多久？我想解任务了，大大。不是塔农蜥蜴吗？为什么变幸福了？达雷，你就不会说 ？So koni wa dare ga？ 噗！我还要接我的主线，你去玩你的小孩子游戏。哎，我是，等一下，百合还不错啦。北七，然后那个人在后面玩吗？玩猫咪，豆豆，我是女的，大大，好啦，只有主线我才想念故事啊。这任务还有多少啊？而且你会发现，刚好什么事情旁边就刚好有什么药草之类的。哎，哦，只要采个一两个就好了，因为我现在在后期副本都要采八个这样子。总之。对，三个赤符先锋，真的假的啦？哎，大丈夫なのか？哎，这样直接死是怎样？
大丈夫か？哎，お前。頼む、力を貸してくれ。然后就拿到一个魔光，哎，天哪！好，那就装这个了，对。哎，就还哎，叫你们打我了吗？好了，拜拜，拜拜。哎，为什么要往反方向跑？大大，这样真的对吗？大大，这样真的对吗？算了。然后这个我要换一下位置。哎，不是你，这个是我们的，对，这个要换一下位置，对。然后这个要去掉，对。这是我个人偏好的一个的那个按键哦，对。说真的啊，其实，哎，真的，到我上次是不是说，因为这后面这个地方到后期会过来，所以我们到时候再来解。那反正也快了。以这边的怪物等级来看的话，哦，16等，快了。哦，那我们晚点再过来吧。哎呀，亲爱的找我了。看来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越来越无脑了。好了，我觉得好烦哦。好了，哎呀，这游泳哎。后期有一张地图，它是在那边走一走之后，游泳的地方它会停下来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的背包。哎，通往秘境探险秘境，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去看看哦。然后另外我的那一只在我的梅涅在后面的时候，它这边都是会共用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变得很多了哦。对，那这边有一个雨过天晴的，个人还蛮喜欢的。OK。OK， 那我们就来开始念吧。Story time 啊！哇，好大的石碑！莎莎率先跑向石碑前方查看。嗯，石碑上写的是精灵古文，上面写着这神庙是为了供奉守护着精灵的星族。我好像想起来了，千年前来过这，但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可以感受到这里有一股气息被封印着，或许圣法玛被吸引到这里了。伊文闭着眼睛低着头感应着。哦，对，然后我们的碧蓝星他在日本的埃娜，对，他在日文，在日服那边我看了他的名字是念埃娜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他后期他会变回来，变得很大只大奶奶。可是我比较喜欢小只的啊。你静静看着伊文，看他能否找到圣法玛的位置。你们在发什么呆？莎莎在石碑前挥着手，意思要你们回神过来。好了，我现在马上准备召唤远古精灵的仪式。你一脸疑惑着看着莎莎，并询问他是什么召唤仪式。故事上写着，远古精灵将自己的力量封印在了这神圣石碑中，必须进行一个神圣仪式将封印解除，才能召唤出远古精灵的灵体。我刚才看了遗体，你知道吗？哎，为什么不能点？哦，可以了。对，那这边他说是要15点。OK， 这个紫色是速度哦，然后蓝色就是闪躲，防御的部分的话是盾牌中的，那生命是这个，这是暴击，对。OK， 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来继续吧。我喝个水。哦，对了，然后
他又多了一个新职业叫全胜哦。对，全胜的部分，全胜的部分哦，我想一下有什么特色吗？我还没玩过，就是就是不拿武器，靠着一个手套就单扁人的，嘿，就是这样子。好，没啥特色 ，OK。等一下，故事刚刚被跳掉了。这个仪式必须要使用此地特有的月灵花，你能不能帮我采集一些月灵花回来，好让我顺利的进行仪式？等一下，我现在是觉得哈，我很想用日文念，可是中文我翻不出，我没办法翻成日文。我又想玩日版的，可是又要重新练，我觉得好烦啊。的确，是有一股气息被封印在这里。我记得千年前好像有个精灵族的祭司在这，看到我的力量上之后，记忆力也退化了。一千年前的事情是谁能记得啦吗？伊文说的话好奇怪哦。莎莎将你拉到一边，小小声的窃窃私语，并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伊文。你告诉莎莎，伊文跟一般人的确不太一样，请他不用太在意，并言归正传。说你跟英文会去采集仪式要用到的花，请莎莎先准备召唤仪式要用到的物品，所以只要三朵就好了。哎呀，原来就是这个啊！OK， 有，好，三朵，这个石碑真的很大，上面还有一只鸟，对。然后我记得这里有个很好玩的东西，是瀑布可以下去，对，我好像下去过的样子。喂，对，这瀑布可以下来，下来其实也没什么屁用了。你看这边还说这边有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哦，在这里。胖刺，白色胖刺。好啦，其实下来这边也没什么用啊，所以就回去吧。你看是海豚，水深什么菜的菜柔衣菜苗柔衣，谢谢大家。对，我现在穿的这套是什么？这个启程之力可以先丢掉了。此道具不可丢弃，真的假的？这个白色总可以丢掉了吧？可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多了，我好像有三个黑妹的那个羊圈欸，是因为我每次见他一次打一次吗？那我好对不起他哦。我们还有那个潜龙游侠队，好像真的还没有换过。哦，所以他是初始选的剑士跟法师还有游侠的都会不一样了，就是那个骑士的，对，好像都不一样的样子，对。好，那我们赶快来跟他讲话了。他好像，他是不是隐身啊？回来了。他是不是还有尾巴啊？等下，你不是，我记得你的身份不是应该很高贵吗？为什么会有尾巴呢？有了这些花就足够了。莎莎将月灵花花瓣撒在石碑面前。等等，我实现愿望，成为第一魔法师，绝不亏待你们的。莎莎看着你和伊文，他脸上透露出兴奋的神情。我们赶快来进行仪式，仔细看好喽。然后高举法杖之类的，对，我们就可以取得冒险之力，是八等的一般武器，以及加五扩充，还有我们的贤者职业，大家可以看贤者职业哦。Your story。他说快一点啊。你这样对吗？什么？等一下。まさか再び戻れるとは。誰？こちらです。上です。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上次看到你好像是刚玩的时候了。あなたたちですね。私を呼び戻したのは。私に何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か？
我找你。まさか正解の王妃このような形で再びお会いできるとは私はルリーかつてあなたと一緒に戦った司祭です最後はこの場所に戦死しましたそっかそれは残念だったね残念だねあなたは変わらずお優しいのですね到底为什么他可以长那么正どうやら私にはあまり時間がないようです等一下，目的のニア神殿です。他还被卡在这里耶。今の地下の俺、入る方法は私も聞いてはいないのです。ただ長老はこの石碑を守り抜き、決して破壊されてはならないと。等一下，绝对不能破坏。那你刚刚还……为什么偏偏我没有语音？直接見た方が早いですね。哎呦哎呦，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倒不如直接带去看一下。私たちの使命はこの石碑を守り抜くこと。だから。这是古神吗？哦。あの神殿はどこだ？あの神殿はどこだ？遺跡ならとっくに封印されましたよ。見ることができず残念でしたね。あ、あ、あ、はよ、ポリア。为什么这个魔王的手？ですが、ただでは終わりません。为什么这个古神的手看起来那么无力呢？哦哟！私はここで刚刚怎样啊？この方が予言に言い伝えられた。うん、そうだよ。けど、まだそれを教えるには時間と、そして力が足りない。なるほど。では、私からの選別です。プロゼント。哎呦。私のすべての選択をつけましょう。为什么觉得这个幻影看起来好可怕哦？今も可愛らしいですが、あなたのかつての姿。那身战甲，那股英气都让我着迷啊！さようなら、青き風の覚悟、あなた方と共にありますように。干，为什么金明讲的话可以那么有 feel 啊？思いました。石碑里的这位精灵祭司陆莉，曾与我一起并肩作战。最后舍弃自己的性命换取精灵族的和平，而我也允诺这位精灵祭司帮他化解恶斗，结束当时的战争，到此处恢复和平。祭司陆莉死后便将自己封印在石碑内守护着此处，所以尼亚草原后来千年都过得和乐安详的生活。莎莎误打误撞竟解开了封印，让陆莉醒了过来。陆莉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给我他的力量，让我回到天空之城继续守护他的精灵后代，伊文开心的对你露出甜甜的微笑。现在因为我力量不足，所以必须依附在你的身体才能继续存活，所以祭司陆莉将所有力量贡献给你，希望你变得更强，帮我找回所有的圣法码。刚刚的爆炸应该和尼亚神庙入口打开有关，我可以感受到东北方有一股诡异的气息跑了出来，但隐约又能感觉到一丝丝被压抑的圣气。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看看，请你继续加油，让我能够顺利回到天空之城。我们去看莎莎要不要紧吧？啊，他已经没救了吧？你上前看莎莎有没有状况，有没有受伤？而莎莎好像因为刚刚地震跌在地上，时间也好像静止，所以没看到精灵祭司出现。哈，发生什么事？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爆炸声响？莎莎回神后，狼狈的起身，并拍掉身上的脏污。你们还好吗？为什么你的身体好像在发光？是我看错了吗？光芒消失了。好，那谢谢大家，我们取得了重疾的冒险之力。对，那我们还获得了新职业，在转职这里面可以看到贤者。那贤者的部分呢，是以捕尸为主。对，
那我们先转回我们的魔导士、哦、然后对，先这样子。陆莉将自己最后的能力都给你了，他一定是非常肯定你的能力才会做出如此的牺牲。伊文望着天空说道：你身上寄宿着我的强大心能，再加上你本身的天赋异禀，你他妈确定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你在他身上，所以他才会这么强大的吗？因此在使用各种战斗技巧上会比其他人更加熟练。人类与驯族不一样，想精通一种武器战斗技巧本身都不容易，但你可以凭借着这些优点快速习得各种技巧。我想未来一路上我们会经历更多事情，一定会有更多的技巧需要你来学习，一起加油吧。对，然后这个转职的刚刚我已经先稍微讲过了一下、哦、共通技能就是在一定等级之后可以学习到的一些技能哦，是在各个职业到达的一定等级时，其他职业也可以一起使用这些技能的。对，好，我再喝个水，好好干哦。你告诉莎莎刚刚的报道，甚至从东北方传来的，并告诉他尼亚神庙原本不见入口好像被开启了。你跟伊文想前往东北方看看，这样吗？那我也要去看。过去之前能不能看一下石碑周围有没有其他远古精灵的踪迹？你刚刚没看到吗？你要找远古精灵已经出呜、哦！你急忙捂住伊文的嘴，要伊文不要说出实话，怕伤了莎莎的心。你告诉莎莎，刚刚就震动把英文震晕了。好啦，我知道，真的很没礼貌。总之就是在这附近看一下啦。あなたならすぐに強くなれるよ。なれてよ。はい。下一个地方。強敵に立ち向かおう。等一下，这个对吗？这个对吗，大大？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个还不是要跳河自尽吧？昨天我传来妹妹叫，什么都没有吗？真的没有远古精灵吗？成为宇宙第二魔法师不一定要靠精灵，你好好努力也肯定可以实现的。嗯，你们说的没错，我可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打倒了。那总之就是，好啦，我们赶快去东北方看看发生什么事吧。以我这即将成为宇宙第一魔法师的冒险精神，传说中的尼亚神庙就在北方，那我也要去一探究竟，不虚此行啊。你妈又走过去那里了。所以说他要传空间传送哦，真的假的？哎，空间传送，马上阵亡怎样？哦，他的脸。那对，这个背包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只有30个，有没有？如果放到这里来的话，多5个了。对，就是这样子。这是这是心灵点数哦，经验点数。对，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跟刚刚的星矢很像。对，对，我的这个是共用的，所以说我这一只目前是已经它会依照那个它那个调整。其实这几只都已经被我升级到很高等了啊，只是被我限制在15级了现在，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个是升级，它这个被调整了。那至于这个的话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是因为它只有10，好像要收集10个这个才行的样子。个人很喜欢这一只，这只是和风的，而且还是红色。那这一只也是，这两只是姐妹关系，对，星之巫女跟夜之巫女。那这一只叫什么来着的？鹰，这只叫鹰，然后这只叫做紫，对。那我还蛮喜欢它的啦，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取得它而已。然后以前都没有仔细看一下这边哦，这个招待铺是你不用花钱累积这个招待券就可以来买的东西，虽然
虽然能买的东西很有限啊，比如说星之巫女好了，啊，它要40级才能买哦，好吧，那就算了。30，对，它这边都有等级限制。便利道具总没有了吧？有这个10等，20，对。那这个实际尚未成熟，就先不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了。这个草原是加血量嘛，防御、闪躲。那基本上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的话，看一下啊，好弱哦。这个装备就要留着，就是拿来强化那个。啊，这是什么？所需等级不符哦，30等才能用哦。这个东西我还没见过啦。那这个东西强化卷就留着，以后强化别的东西再用吧。总之要先跟他对话。哦，咦？发现你回到了巨石阵，因为你们太重了，藏在这里是我的极限了。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吃太多吗？等级提升是16等喽。对，那现在是。这个先装上去了。看来一次传3个人可能太勉强了，我体力已经耗尽了，无法再施展一次空间传送术了。我们只好用走了过去吧。未来的宇宙第一魔法师偶尔也会失误的啦。莎莎一手叉腰，对你们做出鬼脸。凯约，你们看北方有一条路，看起来是飞空挺攻坊，我们先去看看吧。哦，对，然后就要过去了。哦，这还是那个小王，没有人去处理他。那个好像是精英怪的样子吧？你向眼前男子介绍自己跟莎莎，并询问如何到发出爆炸声的地方。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我是卡斯特卡特西。这里是我的飞空厅工坊。刚刚地面突然剧烈摇晃，的确听到东北方有一声巨大的声响。好了，不要玩了。不过现在恐怕到那边不容易啊。要到东北方并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工厂周围被强盗占据啦。这些强盗在东方扎了一个营地，时常在掠夺我们飞空艇的重要仪器。我们专门制造飞空艇，但飞空艇运送草原上的物资到萨拉王城，但近来长期受到盗贼的骚扰，真的令人非常头疼啊。萨拉王城在什么地方？那是萨拉王国女王居住的地方，是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来往的旅人商人非常的多，是个很好玩但久了有点无聊的地方。萨拉王国的女王，她很厉害吗？当然了，女王是统治整个国家，她当然是最厉害的人。只要有困难可以找女王，女王什么事情可以帮你们解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找王城的女王帮忙，帮我找其他圣法玛的下落。你觉得伊文说的很有道理，并问卡特西之后能不能用飞空艇送我到王城一趟。你想到王城打听何处有遗迹或者圣法玛生物的下落？这里的飞空艇都被强盗毁坏了，一些飞空艇装零件也被偷走了，一时之间无法再移到王城。面容憔悴，可恶的强盗居然敢跟王城作对！我们去抓一名盗贼回来，好好问完这些，问他们的老大是谁哦。走喽，去找他们的 boss。哦，原来在偷东西啊！什么零件？没看见。那些破铜烂铁也卖不着多少钱，再不走开，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哦，他这边承接后就要直接那个战斗了。这些就先丢掉了，没用了。你怎么还在这看？不教训一下你是不会听话的。这营地可是我的地方，我们人可多了呢。哼哼。OK， 首先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好了，干掉了。有话好说，听你的就是，轻一点啊。啊，他跟他就这样跟着我们了。
来叫一声 boss。哎，等一下，是不是又有装备啊？哎，没有。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什么？羽翼，对，都是羽翼。鞋子还是见习者？这个是冒险之力。OK， 你把强盗抓了回来。附近的工匠学徒见状，纷纷跑过来围观。有话好说吗？我看，你们还是放我回去吧，否则我的兄弟们是不会轻易饶过你的。强盗一脸慌张的看着你们。是吗？我才不会轻易饶过你们。快说，你们的 boss 是谁？赤福盗贼团啊！我们巨力巴斯是我们的 boss， 他只要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你们压死的，怕了吧？说最近野外的土巨人暴动，还有粘液怪污染水源，是不是跟你们有关系？说出来吓死你们！那都是我们最近饲养的小宠物，我们曾经跟那一位神秘人士合作，说好等到时机成熟，一起发动攻击，占领整个草原。我已经懒得念了，废话一堆，抢夺飞行艇，占领整个草原。我已经真的懒得念了，ごめんなさい。好了，那总之我们就是要先去把他们干掉啦。好，很好。好了。总之是有个小妹妹是累了，一扣狗贼。你来啦，OK， 这样整套羽翼都有啦。总之我们就是要先炸他们的村的据点，然后那个的。而你负责帮忙引开盗贼的注意，这个你拿着，这可是我新精准备的法宝，精心准备的法宝。哎呀，我妈变盗贼了，大大。哦，これをやろう。使用道具，甲虫玩具 ，OK。潜入作戦の開始だ。始めましょう。こいつで強盗の目を盗むんだ。这真的有用吗？黄版的机械甲虫哦，你有收几天啊？一つ目だ。次も方法を知ってるぞ。宝珠箱 ，OK。偽の宝石を用意した。这盗贼根本就是脑残好吗？根本有病好吗？盗賊ってバカだな。太笨了啦。念のため盗賊服を使え。这里的风景很漂亮哦，巨大的蘑菇，大家看，巨大的蘑菇，真的，如果星界神话是真实的世界，住这边一定很爽，真的。哎呀，太肥了吧！我要先看风景。来，我们来拍张照片。好地方啊，谢谢，谢谢大家，每日一照，就这样结束了。後でコッパみじんにしてやる。你是蛮胖的啦，不是我在说。哎，不能跳，好吧，我原本想用滑翔，滑翔更快。没意外，等一下我们要直接攻进去这里面了，对。哎，那个。很好，飞行艇重要的仪器零件通通找回来了，可以全面对强盗大反攻了。OK， 我们又升了一级了，然后又可以学到这个了，火球术。那这个是元素激发，是攻击值提高4%，攻击速度提升3%。
那它这个是针对技术，就是火球术。对 ，OK。卡特西星点飞行艇临线仪器号交给工匠学徒，要他们带回修复飞空艇。干得好啊！仪器都顺利的回来了，我们开始反击了。所以他们要到西边去炸炸弹那样子。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打四只根本不算什么呢？太弱了啦！这个 BGM 到后期就会变成永远都在听那个什么。就变成以为你在跟哥布林干架一样。好，接下来换这里的。还蛮弱的啦，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拿到15级的那个星矢了齁。对。还有两只。这一只。OK， 完成任务。于是乎，我们到这里来吧。哎，这边也有一个任务可以完成的。哦，是多多。你来这样，快帮我！小卤蛋公主是谁啊？使用草原之力，这三小。小卤蛋公主。你就还呢？没看到我正在帮一颗卤蛋吗？我是不是有点做得太过火了？早く盗賊たちを倒そう。強い人いるといいね。所以这里有什么吗？哦，单人副本。哎呦，怎么这么多？啊！千万不要惹我，真的。哦，你们比起58级的副本太弱了吧？哎呀，怎么好像变老大来了？等一下，这个多多会不会比我矮太多了？私はニャンニャン冒険団団長。団長です。覚悟。白痴。这个团长是这一只才对，这只才是团长是吗？太丢了吧，这个。好 ，OK， 谢谢各位看完电影了。现在跟他讲话吧。你居然两枪三枪把他们解决了，真有你的，给我莫大的帮助。好，17等了，谢谢大家。现在就是我们要来引爆这个炸弹了，对。那寻找他的首领所在地。準備はそろそろ終わる。合わせろ。哎呦，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巨力 bug。从来只有我烧人，没有人敢炸我村子。就这一点实力而已吗？我还炸爆你！爽！
我把心灵换一下好了。OK， 然后对，换好了，换成我惯用的紫。对，哎、欸，其实没有差哎、欸，因为飞他可以补血啊，紫是因为他本来等级就比较高而已。OK， 过来了。达到手里强盗真是太好了，你是我们的英雄、啊。这边要选择的是我们的铁怒加攻击的，以及我们的铁臂加防御。那我们已经加血量了，所以其实都没有关系了。对，你看那边还有逃跑强盗，他们拿着抢夺来的财宝准备逃跑，所以我们要去抢他们的宝珠袋了。这样子，哎，打这个应该已经完成了啦，这应该就是最后了。哎呦，风笛，哦，好吧，道别时候到了。然后我们拿到了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心灵契约书。然后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哎，多了一个小丽塔，哎，好可爱哦！他妈太可爱了吧，好可爱哦！哎，这张图片画好可爱哦，特别是这一只，看超可爱的。天哪，好啦，点人时间到喽。你，你们算什么啊？哎，有一只没有掉，好吧，继续打。OK， 这样就够了。用子呢？嘿，乌龟原主会很开心。他要准备去修了，对。遗失的财宝哦，对，他这边还有一个收集的任务，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实况就是，如果说像这种游戏从头开始的话，可以把自己就是玩这边的记，就是前期地图的记忆给保存下来，不然其实像我现在玩，我也是觉得很新鲜，就是我练那只美伊涅的时候，完全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东西，反而是在做实况才会留意到。个人觉得，其实不对自己也有一些帮助，这样子啦，应该没有遗漏，谢谢你。好了，那他要赶快去收了，对，要去找莎莎了。嗯，我起床了。看来强盗已经被你消灭了，我们能继续往东北方前进了。你的是不是越厉害了呢？飛空艇の修復は任せ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お前は爆発音の原因を探せ。はい。总之就是我们现在把那个东西交给他们了。哇，命运零星一连，哇塞，飞鸿星的命运哎，干，太丢了。大家看到这边有个地狱了哈，地狱众星橙色，对，你总算回来，如何？被你消灭了吗 ？OK。既然卡特西修复飞行艇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出发吧。快快快，我们继续前进吧。一只怪鸟一直乱攻击别人，可能是被这附近一股诡异的气息给影响了、哦。对，那总之就是先这样子。对，我们要去扁鸟喽，打鸟喽，过来。哎，要打八只哦，哎，打八只喽。大家看到法师是可以远距离攻击的哦，三只 OK， 尽量要待在这种地方才可以打到三只哦，还差两只。
OK。然后，哎，等，哦，刚刚没转好，对。过来这里之后，太好了，怪你被清空才可以走到这里。我们继续走吧。啊！一个尖叫声，好像是沃尔。那我们赶快过去吧。沃尔在哪里呀、啊？哈兹卡西，怎样？干你这个，你这个妹妹到底怎么当的啊？这个妹妹是怎样啊？是沃尔。哦，沃尔你怎么在这里？哦，十八等，谢谢大家。能找到你真是太好，总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一股不明的瘴气跟蝙蝠猫从地里跑了出来，还来不及逃跑，就被蝙蝠猫攻击了。蝙蝠猫嘴上的獠牙有没有解毒办法哦？对，这边就是打四只了。哦，大家看这个就是那个副本的入口、哦，对，那旁边都会有可以接任务的东西，对，有了，这里有蝙蝠猫，粉红蝙蝠猫。于是乎，我们也十八等了，我现在才发现。为什么这一只不能攻击啊？没对到吗？欸、这边来了一只了。哎、欸，为什么这个不能攻击啊？有 bug， 大哥有 bug。这好像很难掉的样子。哦，剩一个。还是没掉，再来。好，掉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解毒咯，我记得这里好像也有精英怪的样子，是没，好像没有刷出来的样子。嗯，这毒液还不足以丧命，然后就开始制作解药这样子。对了，笨沃，你身上不是有从家里带出来的药品吗？你问莎莎，你们兄弟俩不是跑出来旅行的吗？怎么说是偷跑？不要理会笨沃尔，他中毒到胡言乱语。他们兄妹俩确实是嘿，好啦，我先不剧透啦，反正大家都知道嘛哈。宇宙第一的世界第一的解毒师，总之就是我们要去看那个弟弟就对了。宁静之秋，静哦。啊！等一下，你不是要去那边吗？为什么跑来这边啊？大哥，对不对？妹妹，为什么要来这里啊？你北七，你看那边，毒气青蛙会制造这个东西，妥妥的好，因为这里生物都好像都被操控了。原来是飞鸿星干的好事，那我们就要先干掉这些青蛙咯。田鸡青蛙很好吃耶，说真的。真的青蛙好吃。哎，有星光宝箱，重疾的冒险之力，然后强化卷一大堆。星光宝箱是随机出现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也不能说要它出现就出现了。
好像就是打怪会随机掉落这样子。OK， 那我们可以去。哦，对，那他这一个还有就是说，相同的装备可以进行融合这样子哦，它的基本数据就会改变了，然后又可以再点一个了。OK， 好像消散了一点了，呼，我总算赶上了。哎，好弱、哦、这个哥哥。水生花 ，OK， 那我们就要去这个采这个花了，对。哎、欸，好远哦，大香菇。OK， 那我们跟他回报任务吧。没错，就是这种花，然后它可以让它来净化空气哦，空气净。清净仪对，对他，反正他就是要净化空气而已啊，不像他上次那个什么东西是飞起来撞到头之类的。哎，OK， 一个任务名称叫沃尔的手艺，手艺不是应该是讲吃的吗？哦，好多东西哦。嗯，脏器几乎都清楚了，没想到笨蛋沃尔有用的时候。哎，十九等了，哦，谢谢。好，我们来进入地底冒险吧。总之，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进去地底了，对。那这个东西，目前来说对我们的强化应该还没有什么用，这是未来还可以用到的东西，所以说那到时候再说吧。那我们十八等就开放了这个灵星哦，不是这个角星哦，对，那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祝福是闪躲吗？那这个草原的话没有。嗯，没有没有。好， OK， 谢谢大家。99小型轻型，我现在装轻型嘛，那我就装这个小型好了。小型有120个 ，OK。那大丈夫。OK。然后再这个再点一下哦。よし，那。准备就可以进去下面了。没想到千年剑的变化居然这么大，我猜你也神庙就在 这地底下。哇，好大的坑洞哦，好深哦，完全看不到下面有什么耶。外面瘴气消失以后，可以感受到里面有一股神圣的气息耶。只要里面还是夹杂着飞龙星手下的气息。对，那总之这边要选择第一个风牙以及兽爪，我们选择风兽爪好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装上去吧。在这里，对 ，OK。你们准备好进去了吗？他不行啊。水生化做的护身符 ，OK。准备好要进去。好，那就在这边准备开始第一次的战斗啦，第一次的副本啦。对，那就准备进去吧。大家可以先从旁边看哦，深不见底哦。OK， 那单人模式我们就先准备进去吧。它可以获得的有一星进阶金石以及这个能量水晶，还有它的核心。对，那它这个五人模式则可以获得它的这个角星哦。那我们先进去吧。于是乎，我们第一次的副本战斗就这样子展开了。那简单来说，他其实可以不用理这些，只要打赢 BOSS 就行了。可是，嘿，基于练等上，还是要把他干掉。但是他们的能力值相对来说就会很高啊。OK， 然后他们还会掉落这个蓝装的装备，
蓝装的装备箱哦，所以说多打会比较有利一点。还有星石碎片哦。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掉过，那他这边有一条路，这边是到底没路了。这边会冒出怪物来，对，我只是想练等而已。好，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嘿，这个先开下去。好了，他们也没掉，你们会掉吗？好，他们也没掉。哦，大青蛙，大青蛙，异形巨蛙，于是乎我们碰上了基因怪了。十八等副本真的算是好打了。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边墙真的很漂亮，很美。大家看天花板，就是那个洞有没有？然后它的下面真的都做得很精美。对，又是我们的看动画时间喽。那个双面人大家还记得吗？超可爱的。长得有点可爱啊。我记得打赢他们可以获得那个什么双胞胎这个称号。哎呦，他们召唤邪灵出来了。那按这个可以看它可以会掉落什么东西哦，额外掉落一星进阶石，对，那还有这个装饰品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快挂了。这个要躲，这个要躲，不然会死人惨。他快挂，他快挂，他快挂了。所以第一个这个装备箱掉了，然后他就这样挂掉了。哎，我们看到的是头盔。OK， 然后。哦，这边有任务哦。墙还没开吗？刚刚那个大怪物是什么？好恐怖！幸好将它解决掉了。异端使者来到这，我想是为了阻止我找回圣法玛吧。原本挡在此处的屏障跟邪恶气息都消失了，感觉起来好像是里面的气息想要阻挡费永星的手下入侵。神圣气息更加明显了，这股气息好像守护什么东西一样。异端使者死后，这股气息更加强烈了。我们赶快继续往前吧，这里的精灵遗迹就足以说明了一切。我可以确认圣法玛应该就在里面了。伊文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你啊，谢谢大家。Go go，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也很漂亮哦，这种蓝绿色的那种组合。好，这边有黑岩巨人，以及我们的秘境巨鳄。OK， 这里一样也是放招。OK， 没有装备箱哦。先把他们两个干掉。好 ，OK， 那现在开始恶搞一下哦。欢迎大家看收看 Discovery 原看。
动物生态有没有？啊，醒过来了，对不起，那我们继续打斗吧。继续扁他。那个石头人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我想也是啊。哎呀，冲过来了！这只也算是基因怪，就是小王哦。哎，还有鳄鱼哦。哎！哦，干掉了，干掉了。OK， 大家看这边就是，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什么环一样哦，它断掉了。OK， 那就准备进入我们的 BOSS 战啦 ，Loka。准备进入我们的 BOSS 战了哦。它是一个巨大的钢铁魔像哦。对，它是一只巨像。那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解说这个的用途，这个是额外追加两个掉落物哦。对，战斗喽！然后这一只会造对地面造成伤害，所以不好用哦。OK， 开奥义，他直接损了一半的血哦。哎，来，让菲娜上，让菲娜上，干掉了，干掉了，干掉了。谢谢大家，二十等了。现在就他，然后哎，所以是圣妈妈去用这个巨像的，对。哎 ，Mitolino， 圣法马，哎，绿色的 Mitoli， 超美的这个绿色。然后这个就是圣天平哦，它很像一个大型的圣殿，有没有？然后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就这样取得第一个圣法马了。那我们还可以就是再升一下这个了，20。对，那我们就现在就先升这个，等一下哦。然后刚刚我们20等了嘛，然后刚刚掉了一个这个勇战，嗯，勇战 ，OK， 谢大大。然后来开这个吧，哎，武器是武器，而且是凶猛的，凶猛的话会比较强大一点。哎，重击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差了齁。开始融合。OK， 那他这个有没有套装系列要看一下？哦，他这个系列没有。那这边还有15个，我们就有时间再开齁。よかったね！第一个圣妈妈找到了，刚刚远古圣巨兵就是神庙里的远古精灵的化身。什么？这大居然是远古精灵？尼亚神庙里的远古精灵们将他们自己的意念化为他替我守护的圣法吗？那这个高级强化卷呢，是用来强化就是哎，怎么讲？那这个会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分这个一到五星，那二星就是加20的部分，那基本上。三星开始就要用这个高级强化卷了哦。
第一个圣妈妈顺利回到圣天平上了，虽然只恢复一点点，但应该能试试这股我刚找回的力量。跟我来。好，一小时十分了。好了，感动时刻到来咯。哦哦哦，是大叔，是大叔！我还活着，大叔还活着。艾娜桑吗？大家有听到艾娜桑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我が力をお使いください。哇塞，总之就是像这样子哦。我要跟他讲话。跟这只才对，快告诉我到底怎么一回事，跟他解释一切。好啦，有点长，于是我们就获得了一些东西了。新界的圣物跑来我们这边吗？对，就是要到王城去。我们赶快回到地上跟沃尔汇合，运用我的空间。啊，你不是说三个人太多？于是乎，星族圣法玛就在种种谜团回到了脑海之时，解谜之旅悄悄启程了。于是乎，我们就回到了尼亚草原。好，我们回来了。那前往。王城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再去吧，对，然后这个要留着。对，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就要前往王城了，所以说可能要下一次再开始，因为已经超过一些时间了。对，那这个招待券可以用这种方式取得哦。对，那等级要够啦，最主要是等级的部分我还不够啦，跟他对话一下，准备做一下这次 ending 吧。我们回来啦，然后就是嘿，他还在修他们的飞行艇，快到我们了哦，所以还在修哦。这就是越积越勇了没有？所以叫 onegaishimasu。对，那我们还要去。那个跟大家道别，然后今天就是练等，有没有？透过通关副本完成每日任务、每日成就最简单的方法。对，对，他这个有这个就是有每日任务。到达20级，我已经满了。你们回来啦，大家好，终于可以出发了，耶！好，那我们到王城，我们就结束这次的星界神话吧。谁开心哇？别笑。よかったね。怎么看起来那么不可靠啊？喂。喂。哎，这个是村庄的样貌。哦，那边还有一台更大台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萨拉王城了。OK， 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来按个赞， Twitch 按个追随， Twitter 按个跟随，就可以得知我平常都在发什么出啦。那今回の開心は，对，就这样结束咯。那我们大家再见了，大家拜拜。